真庆幸你第一个喜欢的人是我。那你第一个喜欢的是人还是神仙呀？在遇见你之前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。这就是万年单身。明日我把这消息告诉云川，他肯定很开心。他应该感谢红鸾树。红鸾树？红鸾树也是他救活的呀。不许给我老提他。吃醋啦？怎么这窝子里还有风啊？哎呦，这眼睛都迷上了。哎，终于活了，红鸾树活了，玉阳城的姻缘有救了，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都是你的功劳，还有你的。哎，我看你写的什么呀？哎，我写的呀，咱们永远在一起。我想办个展览，搜集大家见证爱情的信物，就叫恋爱私藏馆。好主意啊。掌柜疯了，他把红鸾树树根都砍断了。咱们找第一枚药说吧。好说吧，别急了。当务之急是先安抚民心。那小姐不会被抓去安民心吧？不行，红鸾树是我弄坏的，而且他们要找的人也是我。带走。既然红鸾树对岳阳城来说这么重要，不可能一点文字记载都没有。不找到我心里不踏实，不能让他们误会楚爷。我还真挺羡慕楚爷的。他们肯定以为楚爷在牢里。我觉得左眼不够完美。我觉得右眼也不够完美。我觉得嘴巴可以厚一点，鼻子还可以画白一点。嗯，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在凡间就不要乱用仙术。继续吧。这两个哪个好看？这个粉色的跟你平时的衣服都可以搭起来，绿色的跟你有一件大衣特别配。那全要了。这不好吧？你喜欢吗？我真不敢相信，三界最冷漠无情的神君竟然是个跟屁虫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你不懂。快快快，生辰酒了。生辰酒了。如果说人间有什么好，那就是我认识了一群有情有义的好朋友。这树枝是假的。小雅，我今天来是想让你收回成命。这条命令我是为了谁下的？看不出来吗？正是因为我看出来了，所以才来找你。你身为父母官，不为百姓着想，为什么总考虑别人的未婚妻啊？可能有些人太过无能了，自己考虑不周全，只好让别人来了。我不想跟你废话，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收回命令。那如果我不收回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收回。云川，云川你在吗？